不要吓我。全年快乐。可我好害怕呀！哎呀呀，要被踢掉呀！咦，哭哭啊！And if we think about Mars, it does have two moons, but they're really tiny. And in fact, they're more like asteroids. They're just these lumpy, chunky pieces of rock. Quite quickly, in astronomical terms, we think it's all that rock that we came together not forming the moon. And that's why we have the moon inside the moon.你看完了，我也看看。晨晨，晨晨，我1.84米，这么高。我呢？我1.91米啊！你给我站起！干嘛？哦，我不能站这儿，是不是？小男孩。一会儿你也来。小男孩，你跟我呀？咦，长好高呀！提起给你吹出来了。他还能测出来你的腿多长？对，看我这。腿什么东西那么鼓吗？你
看这样就好了。黑眼影超级听力 ，highlight， hairstyle， 我要这个超级学习能力 ，select，super muscle arms， 哎呦，啊。好蠢啊！这都抓不着。好像一个大螳螂啊。我觉得那个大脑好像没什么用哎。17分啊，来我来。你别动。这是能够过滤的肺。是什么脑子呀？眼睛，努力的。哇，翅膀，不好，你有翅膀啊 ？Select， 这喷气靴，穿的是 calf， 就是小腿，一个加强的小腿。Good。应该比我多，你上来之后拿脚，我就不知道拿脚了，还是19个，什么？好好玩啊！这个是你，你真的好像一个螳螂怪啊！我有翅膀哎，好可爱啊！这个底下大汉有翅膀，哦，那个大哥有翅膀。七八期啊，这么大，一年就有七八期了。教你怎么制造。哦，好漂亮啊！这好像就是家里小男孩的那种。这是每个人梦想的收藏嘛？你看现在能量的变化。Change the traffic light. Drag to incident. 啊，输了。哎，你看这个，这是我最喜欢的水果哎，水果。Radiated。哦，1870年。这是不是被辐射过的苹果？我也没想到啊，我以为现在苹果更多呢。你看。为什么现在的品种反而少了呢 ？Very delicious。哪儿呢？
Oh, really delicious. 咱们早上还会吃。Joanna。哦 ，Ganny Smith 啊，这个那个酸酸的。哇，这是什么的轮胎啊？这么大。这是什么呀，老公公？这个。We invest in the wheel. 以后汽车轮就这样了。那为什么？你看这个机器人的轮就是这样。哦，这是2013年才发明出来的。哦，真的哎。对。童年回忆啊，对，小时候还有这种碟呢。虽然我那时候不太明白它是干嘛的。对，就是那个什么3.5英尺。坐上来试试，什么感觉啊？它是一个巨大的，然后这个球升了到最高点，你看，然后滚滚掉下来，然后带着这个转一点，然后又滚下来。跑步，不跑步哦，让你跑步的。1米82吧。对。我呢？你看你。你太假，必须得压住。1米64.5还行。1米65。快了。1米65的线，看它臂展，1米6的臂展。你嘲笑我，我看看你臂展多少？1米75整啊！超那1米米还算？你就在零啊，零到1米75啊？短胳膊怪，你就是短胳膊怪。Hand eye coordination start a dot。像打篮球一样哎，那儿啊，右上，30秒15分。哦，30秒15分，来，我试试，我试试。开始了。Put it softer, not that hard. Right, yeah. 20个, you win.You win the game. You win. 我是多少个？你是15。Body talent balance. 你这个肯定比我强，我可害怕。是吗？很难吗？啊！加油！我扶着可以。你当然不能扶着了，松手。真的不行，你试试。我穿着高跟鞋呢。你看，他就，他很，他就不可能，对，他永远都是这样。真的有人能拿到20吗？不可能，这太难了。这是我写的。哎，你2.4也不太难了，这个太难了。2.4，看你的 strength 有多少，看你的 body talent， 你的 flexibility。真的推不了，特别特别疼，推不了。这么尴尬，使劲加油，往前推，得是笔直的，不能一次，而且你这个腿根本就打着弯呢。没有直着腿，当然要直着腿啊，人家都说了嘛 ，keeping your legs straight， 你要直着腿。这个鞋不公平，为了玩这个都拼命。我这是直着的，你看我一点都没打弯。哇哇哇哇哇哇！
哇，三十了，难道今天证明你身体素质比我好？你不用锻炼了。三十了，不错吧 ？Quick reaction， 看这个。看到那个东西闪的一刹那，你去按，看你是不是离它近。对，预备开始。嗯。0.499，你对应的是。没点。这儿没点。哦，对，会了会了。来，这也特快了。0.227。Very fast. OK. Very fast. 看咱这个。来来来，你拿着。行。比你快。比你快。0.2 Very fast， 那我再来。0.239比我慢，我是0.203。哎呀，这么厉害啊！0.193还是 very fast， 但是破0.2了。你别走，我要突破你。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过来，我要突破你。嗯，挺好。算了，很快，就算你赢了。然后 place your feet on the wall and pull the rope as hard as you can。这肯定你厉害啊！你这整天健身，你还加油，老公。哎，你别泄了气儿，没看见。巨难。你再试一遍，我看看，我看你拉多少。你小心别撞击到位啊，别玩一个就要伤了。哟，疼，手疼。54.多。我这手疼，巨疼。真的吗？59，极限59，我试试。Man, so hard。你要能拉到体重的一半就行了，我已经拉过一半了。就是特疼。你现在你是40多公斤？你刚是59吗？59啊，你那个能拉到30多？36，还37，我39，我42，我还能拉。44，这么厉害啊！这证明你比我强。咱俩这个情人节过得很健身啊！哇，老公厉害！行了行了行了，挂了。对于球的执着，去玩别的。OK, last one. 厉害，中空啊！三分，哇 ！Another， 哇，酷！老公的肩膀，哎，这是我喜欢的，我最爱上山打野了，打野超帅的，很喜欢打野。你这个投球姿势不是这样的，我小时候看棒球英豪不是这样的。你看那个腿都亮一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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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又飞进了，好球！你已经四个坏球了，这我们打野看远了。哇，可以42，酷啊，老公！是。他那个正常投球是你。啊，对，你试试，你用放上英豪的试试。他们我没反应。没劲儿吧？哎，是不是坏了？我试试。那说明我太慢了。哎，一会儿我们玩这个吧，我觉得这个好好玩啊。
我架在我腿上，所以如果我输了，我是有理由的。Eliza, and we're going to do a 400 meter run and then build into nice, big, consistent pushes. I hope you're ready. Welcome, ladies and gentlemen, to the final of the sign.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你走那么快啊？好出汗了，加油！我要赢过你！我告诉你，我的运动能力是比你强的。耶！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哈哈！我赢了！我是左边那个。嗯，真的是我，是我，我赢了。我这次切三，我比你慢。嘿、hey, ，我厉害吧 ？In the outside lane, Eliza, on your mark, set. 一点点啊，就一点点，嘿，不错吧，服了吧。